看看，辛苦了，队长，辛苦了。有什么发现吗，队长？你们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东西？又是一本笔记本，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打开看看。好的，我来看一下。哎，这上面说，时光向前奔涌，人们匆匆面向未来，但请不要忘记，新生总是蕴含在旧有的历史中。翻开这一页，打开新的篇章，苦苦寻觅的新魔法药水就在宝箱之中。哦，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呀？好像是那个宝箱位置的标记。哎，在哪儿呢？是不是在那儿呢？哦，我看看啊。哎，肯定就是它了。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新魔法药水，看来这就是唤醒能量的力量。对的，难怪我现在突然觉得浑身充满了元气啊。哎，那边门开了。好的，那我们带上我们的换新力量，开启新征程。好，那我们一起走吧，队长。Let's go。走。女士们，先生们，嗨，小子，又见面了，请先跟大家打招呼吧，小子。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各位，把掌声和热情送给小子吧。谢谢，谢谢大家。是的。喂。哎，有声音了，小子啊，小子，最近沉迷其中，在长相思里啊，我现在见你都恍惚，觉得应该叫小六啊，不对，小六已经过去了啊，叫小妖，最后还是叫什么叫小妖吗？啊，叫小妖，因为小妖已经剧情上演了，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还是叫我们的代言人小子好了。小子，首先特别高兴你又能代言这么棒的品牌，尤其你之前也一定是他的爱用者之一，心情很好吧？对，我非常开心，很荣幸能够代言我们的伊丽丝尔，今天也很开心以这样的身份跟大家见面。没错了，其实恭喜刚刚小紫带领我们的全新小队找到了我们伊丽丝尔的胶原焕新的精华水乳，而且必须要向大家小紫来公布一下，刚刚那一段是在楼上我们的剧场里面是真实的上演的，不是提前录好的。不是，但是刚刚就是有一点社恐的原因是他们都很卖力的在演，然后我突然被 cue 到上面，我在想我是认真的跟他们演呢，我还是去以嘉宾的身份跟他们说个任务，然后我最后还是跟他们演了。对，刚刚的表现很好，对不对，朋友们？是的，但是因为我穿着这身衣服，然后他们叫我队长，然后我在想应该换身男装，是不是像小六一样？没错，有小六就有小妖，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精彩。而且今天其实小紫要在现场帮我们成功解锁了换新的任务，要恭喜你。而且其实我们的水乳呢是剧情当中关于换新力量的魔法药水，也正对应我们伊丽丝尔的品牌名 Elixir， 它其实原词是取自于法语的单词，寓意品牌能够成为肌肤的万灵药。就像我们的观众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反正我本人是这样的，看到小紫演的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的兴趣感的万灵药。伊丽丝尔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释放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小紫，我感叹一下啊，我不唠是会磕的，这次见到你比大概两个月前皮肤状态又升级了，是休息很好还是有什么妙招？谢谢你的夸奖，因为最近一直在用伊丽丝尔，你的状态也不错，也在用吧？好巧，我最近也在用伊丽丝尔呢。看出来了。是的，各位，当然伊丽丝尔这么的好用啊，而且肉眼可见的效果，小紫有没有自己根据它的使用周期变长变化肉眼可见？是的，因为我的皮肤其实是会偏干一些，所以我喜欢用的是二号滋润型的，我用上去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好的滋润，然后保湿力也非常的持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觉得更加的弹润紧致通透。我特高兴，因为每次工作的关系我一定是离你最近的嘛，我是很有客观发言权评断皮肤的标准是不是变好的。是，我客观说一句，真的有变好，谢谢。而且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用的是二号滋润嘛，因为你要补水，对不对？因为现在夏天干，男生有的时候怕补水过旺的话，皮肤像我工作的时候持妆不够，我用的是一号的清爽型，其实也很符合我。所以伊丽丝尔跟我们的小紫是一样的，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大家一定要想你所想，选择适合你的就好了。而且其实小紫刚刚提到她用伊丽丝尔的新水乳的话，主打的其实就是胶原焕新的科技，能够让肌肤始终紧致弹润。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关于你的热搜，热搜虽然众多，但有一条特别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别人不敢问，我主打真诚这件事情我就敢问，你接受一下提问好不好？好，这位小六、小妖和小紫请听好了，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说的是杨紫觉得年龄大了挺好的，何出此言呢？
就是真的是会觉得，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然后你也经历了很多，看待事情的角度会不同。就像比如说如果10年前我来演长相思，我可能不会这样演，但可能我现在演的状态就是另外一个状态，所以我会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觉得年龄其实不是关键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当下自己的状态，所以要保持一个换心好状态是非常重要。而且你既然提到30岁的话，那其实我就用年龄来跟你分享一下不同年龄层看长相思的感受吧。因为我本身是30+的人群，然后最近刚好我的侄子回国，他是20岁的人群，我们两个一块看那部戏，有一个画面让我们两个男生对着镜子几乎用了半包纸，是哪个画面呢？其实就是小六他在自己没有办法认哥哥的时候，拿着一碗酒端在脸上，你的手右边擦了一下我右边眼睛就觉得流泪，再擦下左边的时候觉得左边的眼睛又流泪了。而且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叫昨日一滴相思泪，今日始流到唇边。谢谢你，特别的打动我。当然我一直紧追啊，大家都在看吧，对不对？对，哎，反正我们工作人员也点头如捣蒜啊，长相思一定要看，并且请大家多多帮忙在社交媒体上发送大家的喜爱，也可以发送我们伊丽丝儿的喜爱，谢谢大家。谢谢。嗯，而且其实保持好状态特别重要，无论是心态还是肌肤状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换心，时刻发光。那今天在场的各位贵宾们，大家一定是比佳念更有发言权，你们都是专业人士了，我在这儿不妨班门弄斧一下，因为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很硬核的环节，需要小紫来跟佳念搭档一下。我们一块来的就是胶原换新的科技。在发布会之前，其实我们也搜集了非常多有关于消费者和爱用者对于胶原蛋白的问题。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专家人士，她就是资生堂创新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琳女士。欢迎陈琳。小紫请向前一步，也有请同事呈上我们的座位啊！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接下来要有一个胶原十问，我会作为问题的出题者，然后请我们的陈小姐作为答题者，我们一块来一个 Q&A 好不好？好，那二位女生请坐。对，请坐。嗯，好的，谢谢。好，没关系，我这个裙子还好。好，没问题，没有，她有灵力在身上，不怕的。好，各位先请陈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资生堂创新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琳。嗯，是的，今天见到小紫，是不是觉得非常适合伊丽丝儿品牌，相得益彰，对不对？对，非常漂亮，然后皮肤状态非常好。嗯，专业人士的肯定，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小紫可以在任意环节任意插出你想要提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它是蛋白质的一种。那么形成我们人体的胶原蛋白中，形成我们人体的蛋白质中，大概有30%它是胶原蛋白。那么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皮肤里面，它是存在于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的，在骨头啊、血管啊这些地方都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么它就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从日本女性的平均情况来看呢，如果体重在53公斤，那么你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大概在3000克左右，相当于6瓶500毫升的瓶装水的重量。哦，我想问一个问题，所以说胶原蛋白其实是我们抗老的关键嘛？那据我所知，胶原蛋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是吗？对的，对的，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嗯，是。那其实接下来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胶原蛋白到底有多少类型呢？胶原蛋白它有很多种。那么目前我们人体内已知的胶原蛋白它一共有29种。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那包括形成纤维的胶原蛋白，然后还有连接真皮和表皮的胶原蛋白等等。那在胶原蛋白的家族中呢，它有一些是存在于我们皮肤里面的，并且各自履行着非常重要的职责，比如1型啊、3型啊、4型、5型、6型、7型等等。所以胶原蛋白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是分工明确的，是吧？嗯，对。胶原蛋白界也有场记老师，有摄影老师，还有演员，对不对？很可爱。那既然胶原蛋白对于皮肤那么重要的话，如果要是减少了胶原蛋白的含量，有哪些危害？它非常重要呢，它是构成我们真皮纤维最主要的蛋白质，它占了我们皮肤大概70%。那我们真皮的胶原蛋白分子呢，它是三螺旋稳定结构，它可以令我们的肌肤弹润水润。那么当我们皮肤胶原蛋白减少，我们的皮肤它很难保持一个韧性的状态，那它就会让皮肤老化，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松弛、缺乏弹性、皱纹这些肌肤问题。
哦，其实70%相当大的比例了。当然，所以说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会流失，大概在哪个年纪的时候会流失的比较严重？如果我们就是不去管它的话呢，它我们体内胶原蛋白的数量和质量它都会下降。那有研究表明，在我们30岁左右的时候，它会加速流失。对，那么到60岁的时候，它的含量不足30岁时候的一半。那导致它流失有很多原因，就是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那外在的因素比如紫外线呀、干燥啊这些，然后如果是内在的因素的话，就比如我们年龄增大等等。所以30岁是一个分水岭。对对。肖子你多幸运啊，30岁这一年和自己也很挚爱的品牌合作了，然后刚好可以去对抗这个问题啊。是的是的。是的，太棒了，希望大家都如小子一样的幸运。那大家其实都希望让年轻的状态能够保持的久一点。我也特别想请问一下陈老师，面对胶原蛋白的流失这个问题，我们的人体是否能够自己源源不断的生成胶原蛋白呢？还是说我只能眼看着它流失了？我们体内它是存在着生成胶原蛋白的成纤维细胞的，也就是胶原蛋白的妈妈。但是它的作用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也就是说生成胶原蛋白的能力它会慢慢变弱。那比如说对于胶原蛋白的减少，伊丽丝尔如何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其实资生堂集团它对胶原蛋白有很长的研究历史。那伊丽丝尔呢，它正是资生堂旗下胶原蛋白的专营品牌。那自1983年以来呢，已经有长达40年对胶原蛋白的研究了。哦，这么久了。对，就是正像那个屏幕中所展示的那样，我们一直致力于对胶原蛋白先端技术的研究，并且运用于皮肤美容，包括它的类型啊，它的生成补充机制啊和衰老的关系啊等等，至今已经获得了4次 IFSCC 大奖。哇，所以伊丽丝尔是我们的胶原专家。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做好抗老的话，哪些胶原蛋白比较重要，更重要？伊丽丝尔它着重于对一型、三型、四型、七型胶原蛋白的研究。因为1、3型胶原蛋白它是我们皮肤中占比最大、最主要的两种胶原蛋白。一型占比大概在80%到90%，它是作为胶原支架的，它位于真皮的中下层，那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网状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床垫里面的弹簧一样，对，令肌肤充盈淡纹。那么3型胶原蛋白它占比大概在15%。它被称为婴儿胶原蛋白，那位于真皮的上层，它就像床垫的外部缓冲层一样，对，令肌肤细腻弹润。那么4、7型呢，它就是位于我们基底膜以及附近，它是形成并维持基底膜稳固的重要角色，对，然后通过连接真皮和表皮来赋予肌肤弹力。那么这4种胶原蛋白同时存在，是维持我们肌肤年轻化有弹力的关键。明白了，谢谢老师。老师，我这样流汗的话会流失胶原蛋白吗？不会。那我就放心了，没关系，流汗再多回去擦伊丽丝尔的时候全都找补回来了。那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功课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呢？是我刚说的方法吗？可能很多其他品牌也在说促生胶原蛋白，但是伊丽丝尔它不仅在促生胶原蛋白上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它还在深入研究如何抑制胶原蛋白的降解和改善胶原蛋白的妈妈，也就是成纤维细胞的生存环境，那么致力于多链路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它其实就像益生元是益生菌的沃土，是一个效果，对不对？对，是的。那我很想问老师，伊丽丝尔最新的胶原科技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它升级了嘛。说到伊丽丝尔最新的科技，那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理论。那么我们人体内呢含有2类巨噬细胞 M1 和 M2。那么据我们资生堂研究表明呢，M1 巨噬细胞它可以使成纤维细胞产生胶原蛋白分解酶，那把胶原蛋白剪断让它分解。那么 M2 呢它会清除那些被剪断的胶原蛋白，并刺激新的胶原蛋白生成。那随着外界的刺激和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 M1 M2 的平衡呢会被破坏，那么导致我们胶原蛋白的循环机制就变差了。那些被分解的旧的胶原蛋白它会堆积在我们的皮肤里面，那一方面呢影响了新的胶原蛋白生成，那另一方面它新旧胶原蛋白共存嘛，它就会导致我们皮肤像堆积了很多垃圾一样。对，那伊丽丝尔最新的胶原蛋白技术 Embonser CP 它可以归正巨噬细胞平衡，改善成纤维细胞的生存环境，那在代谢老废胶原的同时呢显著促生新的胶原，也就是说为
也就是说为我们做到给胶原除旧换新，对，真正实现提高胶原代谢来促进年轻新生。嗯，因为刚刚小紫说他自己本人其实很早就认识伊丽丝尔，也用过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全新升级的伊丽丝尔的水乳。那小紫没有办法客观给大家说出它具体多长时间，因为它没有计算。我想请问老师，精确的数据下，伊丽丝尔全新升级的我们的水乳抗老多久可以见效呢？那我们伊丽丝尔胶原焕新水乳的话，它可以做到四天显著促生1347型胶原蛋白，并且经过消费者真实测评，它可以做到令肌肤2周紧致弹润，4周淡化细纹，真正实现肌肤的年轻化。所以小紫跟着老师刚刚回答的这个节奏，你当时也大概是2周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4周有个明显的变化吗？对，差不多2周的时候皮肤会变得弹润，然后4周你就会发现你的纹路小皱纹，然后就会变得没有了。那你经常比如说拍大夜或者是一整天拍的时候，岂不是离不开伊丽丝尔的升级的水乳？对，早晚都会用的。早晚都会用，各位，所以早晚 get 跟小紫一样的同款我觉得很重要，包括我本人在内也已经把它纳入囊中了。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胶原焕新的精华水乳正是承载了这样的胶原焕新的科技，2周紧致弹润，4周淡化细纹，一套水乳改善肌肤的5大问题，从弹嫩亮紧淡的5个维度，给肌肤一个前所未有的焕新的体验。我特别感谢漂亮的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感谢你啊。谢谢。那老师请您稍事休息，谢谢你，谢谢小紫，我们也一起站立起来接下来的环节啊。刚刚老师让我们了解了特别多关于胶原蛋白的知识，小紫应该也有一个全新的知识的学习啊。是的，那大家都要想要和小紫一样保护我们的紧致弹润健康年轻的肌肤好状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大家都特别喜欢拍照记录美好的生活的每一刻，上镜的状态就特别关键了。那其实伊丽丝尔也是想大家所想，在征求过小紫的意见，小紫说我没意见，我可以的，为大家今天来一个经典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焕新5连拍。而且今天伊丽丝尔为了表达对小紫的挚爱，跟你一起合拍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你的好朋友上田先生。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上田先生登台，有请。小紫话筒我帮你拿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台上的这位帅气的先生跟我们漂亮的小紫要一块儿来5个 pose 的挑战。是，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为大家开始我们的拍照的换新环节。 pose 1。 哦，这么有默契，掌声在哪里？我代表用完伊丽丝尔全新升级的水乳效果很 OK。 好，第二个造型很配合，这个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啊，感觉好像两个人要击掌为快一样。好，第三个 pose 啊，用完之后可以战胜所有的肌肤问题，扫去烦恼。第四个 pose 用完之后它会成你的心水单品，会放在你的心上。最后一个 ending pose耶、yeah, ！用完之后就亮丽如初，如小妖一般美丽，如小六一般智慧，如小紫一般可爱大方。哈哈，可以摆个六啊 ！OK， 掌声送给二位，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小紫，谢谢上田先生，谢谢二位，请稍事休息，谢谢。待会儿我们还有接下来的环节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各位，接下来就要到我们今天品牌代言人杨紫共同来点亮娇艳球，欢迎各位。台上的先生和二位女士，我们待会儿在倒数5、4、3、2、1过后，就欢迎三位一起将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的胶原球上，也邀请现场的大家一起来倒数，让我们看看伊丽丝尔在中国到底有多么的受欢迎。各位，接下来请让我们一起倒数5、4、3、2、1，恭喜伊丽丝尔在品牌成立40周年之际，特别呈现全新的胶原焕新精华水乳成功面世了，掌声送给伊丽丝尔。焕亮的胶原灯意味着一场始于胶原焕新的水域光的绽放，未来伊丽丝尔也将继续帮助每一位顾客重新绽放肌肤光芒，共赴焕新的明天。谢谢，我们也请我们的李小姐呈上我们的话筒啊，谢谢。小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感受和心情。二位，我们很感谢二位今天这么的邀请大家和对大家的关照，祝福伊丽丝尔全新上市的水乳大卖，也请二位稍事休息，一起和各位入围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Have a rest, please. Thank you.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谢谢二位，非常感谢，依依不舍你们亲爱的小紫啊。小紫今天上市正式成功了，而且是在你的见证之下，开心吗？感受如何？我
觉得非常开心，今天以伊丽丝尔代言人的身份能够跟大家相见在这个夜晚，并且见证了这一幕这么漂亮的夜景，然后我会觉得很开心也很幸运，我希望以后的日子可以跟我们伊丽丝尔一起见证更多的奇迹。太棒了，掌声送给杨子，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另外有很多正在直播机前收看今天晚上上市发布会全程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我们的子米们，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机前依然守候，因为待会儿我会带着小子提前的来帮大家作为体验官打卡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室，里面有5个不同的场景。那在这儿小子再来一句谢谢大家给各位，因为现场全部都是美容和媒体界的老师们，感谢大家支持杨子和伊丽丝儿，好不好？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Thank you all， 谢谢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请各位帮忙多多见报和发送社交媒体，感谢各位。好的，各位，大家接下来可以畅游我们今天的游园和室内的场景，来享用给大家的茶歇。小子，我们一起出发，来到室内为大家直播我们的无感体验，待会儿就回来，谢谢各位，小子有请。如约来到我们的游园会了。小子，今天整个发布会进行下来都很顺利啊，感谢你啊！谢谢谢谢，今天也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当然，而且其实今天很有趣，我们打卡的其实是5个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呢，其实对应的就是关于我们说达到的各种效果当中的弹的这个效果。哎，我不知道你本人，我是喜欢吃糯叽鸡星人是吗？就糯很糯的东西吗？汤圆啊，我喜欢糯叽鸡年糕之类的。咱今儿不吃，你拿一个啊。好。好，来好可爱，我也是很喜欢吃糯叽叽的人，这个拿在手里是不是就非常可爱了呢？其实我们第一个这个游览的景区，它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用完伊丽丝尔的全新升级的胶原水乳以后，马上就会像这个 QQ 的小丸子一样弹弹的，你可以用手摸一下，它比普通小丸子要更弹一点，是很特制的，是很弹，而且闻到味道感觉好，没问题，如果要是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把它吃起来啊。而且很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弹弹的小丸子呢在现场还形成了一个意象化的展示，待会儿小子呢要到我们意象化的空间里面拍几张照片留下来，之后这个物料也让大家来共享盛举一下，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来，小子放在这儿就行，然后小子顺着舞台走向背面，我在远处看着你就不陪你了啊。好，要站上去吗？站到我们这个胶原球的后面，白色的圆舞台就是属于你的舞台。哇，好嘞，小紫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中央摆出可爱的 pose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还挺喜欢你这种很自然的莞尔一笑的表情，小紫。没有，突然感觉站在这儿有一点社恐。不行，我跟你说得带上我了，我现在上不去了，但我在台下跟你呼应一下。其实这个它就是非常的有一种怎么讲，有一种蒙太奇风格的一种剪辑手法。你在我们这些胶原球里面，它其实橘黄色的代表是一种基因体，白色代表的是一种基因体，然后你在里面跟他们有一些互动，比如说可以拨弄一下球，或者是对着我们镜头给出你娇艳满满的微笑，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呈现了，之后我们会把照片发给你，希望你满意啊。好，看哪里。漂亮的小紫，你本人喜欢橘黄色多点还是白色多一点？我其实如果是白色跟橘黄色，我会可能白色吧。白色，对对，白色比较纯嘛。今天也是一个白色的裙子。我觉得白色也挺像拿到一个角色一样，因为可以肆意在上面涂抹自己理解的人物性格。对，这一点也很好的。白色可以变成小六，也可以变成小妖，很棒。好，那我可以下来了吗？可以，当然可以。谢谢你，小紫，谢谢。被束缚住了，感觉。我是一个实在人啊，不瞒你，我直说，其实每一轮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给我们嘉宾的考验都挺大的。谢谢你，小紫，非常感谢。来，小紫，请来到我们这一边吧。挺多嘞。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两个月之前的状态更瘦了一些啊？瘦到还应该差不多吧。对，但是皮肤会比那个时候好。更紧致了，就显瘦了。用了伊丽丝尔。哎呀，漂亮。好，小紫，那第二个环节其实就是呼应了刚刚你回答我的问题，因为用完伊丽丝尔的水乳以后，全新升级换新之后就更紧致了，显得人轮廓感就更好了嘛。但其实你发现了吗？就是皮肤需要紧才能够有下颚线之类的。是的。我觉得这次我肉眼见你觉得比上次瘦，是因为下颚线更明显了。对，是的。你肯定了我的肯定是吗？我肯定，因为用了伊丽丝尔。棒。那接下来这个呢？我想请小紫先选一个我们的手环，然后我也选一个。那我紫吧，紫白白紫。
OK， 那我选个大麦色，著名的星系大麦啊。哦、OK， 谢谢来，小紫，咱俩一块儿这样摆给观众看。其实这是一个水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象征着我们伊丽丝尔娇艳焕新的全新的水乳当中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其实就是紧。嗯、我们想要把手环紧紧戴在手上的话，需要有个动作来、嗯，我们一起拉一下，来准备。拉这吗？三二一，哎哎，一拉它就紧了，紧紧相扣。无论是角色的紧紧相扣在观众心里，还是我们伊丽丝尔全新的娇艳焕新的水乳，它紧紧的把我们皮肤保持在一个好状态上。紧真的是人生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那我就期待更多的紧致在大家的脸上啦，也谢谢你小紫，谢谢，我们拿走吧，拿走吧，来，小紫请来到我们这个影音机前、嗯、然后冲着这边就好了、哦、我在给你介绍它之前，我想请你先选一个你喜欢的图案，我们会做成一个小手包送给你。嗯，那这个不，这还蛮可爱的，小笑脸、嗯、这个挺可爱的啊、哦嗯、小笑脸，积极阳光的样子，还想选第二个吗？可以啊，那我小桃心也可以。好 ，OK。我这个人都选也没关系啊。这个人不贪的，两个就足以了。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OK， 小紫，那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如果要是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跟爸妈聊天，就说如果爸爸妈妈我脸上长褶了怎么办，嗯、或者爸爸妈妈我脸长对，或者我们脸上长细纹怎么办？你爸爸妈妈有跟你说过吗？说用熨斗烫一下。好像那个姥姥他们会这么说，我奶奶姥姥他们会逗我这么说、啊、那我又想到上次提过的词了，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对，没错。那其实呢，小紫刚说的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玩笑。其实接下来我们这一个是一个烫印的过程，在我们这个纯白色的我们的小手袋上、嗯、选上任意一个现场的 OK 啊 Game Five 啊，或者是小紫刚选的心形和可爱笑脸的图案，然后就可以刻印在上面，用烫印的方法、嗯、也就告诉大家伊丽丝尔全新换新的胶原换新的水乳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棒的提拉紧致和抚平你的一些表情纹和细纹，让你的皮肤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的、哦、嗯，所以刚刚这几个关键词都是环环相扣的啊、嗯、好嘞，我们把这个先放在这里。哎，小紫，我还挺好奇一件事情的。最近的戏播得这么好，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嗯、我特别感恩，我有机会直面的告诉你，我本人喜欢极了。谢谢。舞美呀、啊，台词啊，包括你的每一句应用，包括昨天最近一次流泪，应该是认错妈妈的那一集，嗯、我上午看的。是的，是的。嗯，大家的呼声应该你也有看到，大家的反响这么好、嗯，是不是有一种自己努力得到一个验证的感受？嗯，对对对，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开心的，就是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认可吧、嗯、大家最起码看到了我比以前有一些的进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尤其我侄子说你被打手板或者是后背有酷刑的时候、嗯、他说杨紫现场拍戏，他是问我说、嗯、叔叔我不知道难道拍戏真的要真实被打吗？杨紫一定是被真打了吧、嗯、很多粉丝也提出这样的疑问，所以还是自己的演绎，对不对？对，那个剧组很保护我们的，他不会让演员受伤、嗯、所以就是我们都在现场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措施下演的这些戏。嗯，而且最近又带火了一件事情，很多人在网上买那种人造的狐狸尾巴啊、哦、很可爱啊。好，已经好了吗？谢谢小紫，你拿吧。谢谢、哦、谢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刚选的成品。哎，很可爱、哦、这好可爱。哇，这边是心，另外一边是笑脸。对，哇，其实这个是不是能这样解读呢？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之间，无论是爱用者和产品之间，只要彼此把彼此放在心上的话，就会迎来对方的笑脸、哦、对不对？对，只要用心了，用心感受，用心努力，就会迎来大家的笑脸。没错，我跟你说我们都看到了，好不好、哦、嗯，是的。各位，今天我也特别感谢小紫跟我一起打卡了我们的这个游园会啊、嗯、而且其实因为今天场地呢我们有摄像机嘛，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还有一个冥想室、嗯、如果要是未来的三天时间里面呢，也就是我们的8月3号到8月6号，我们的伊丽丝尔的胶原焕新的游园会将会持续对公众开放的、嗯、大家可以来踩过小紫踩过地，一起来闻过小紫闻过的空气，也来看小紫拿过的这些手环的空间和袋子的空间、嗯、那个时候来的应该闻不到了吧，也不必就不会啊，可以啊，我觉得怎么突然笑不停了呢？有一点怎么说，不必但不必是吧？对对对，好 OK 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起码可以跟你拍一样的照片。对不 对, 对来这里玩一玩、啊、
还蛮好玩。你怎么居然都要笑哭了？没有。谢谢谢谢小紫，反正每次跟你搭档合作的时候我都是很开心的哈。谢谢大家。各位，那其实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伊丽丝尔的娇艳换新的全新升级，大家都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和爱用之处。除此以外呢，也可以自己在现场 DIY， 过程也不会特别的繁琐。今天游园会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问问小紫的感觉吧。这还蛮神奇的，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感觉是那种别墅，对不对？然后感觉老洋房、嗯、然后感受到上海的那种气息，然后同时也感受到了伊丽丝尔的用心。嗯，今天特别开心从这里面能够转一转。嗯，没错。嗯，忽然想到其实在战长沙里面你有穿旗袍的那个样子、哦、在这也相得益彰，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新的民国戏看吧。谢谢谢谢各位。那其实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三天，8月3到8月6我已经说过了，大家可以来这儿啊。除此以外呢，今天的伊丽丝尔的娇艳换新的发布会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代表伊丽丝尔希望大家的皮肤都能水当当，心里都能亮堂堂的，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最后给大家一点祝福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们伊丽丝尔一样换新自己，加油。嗯，哎，我用小六的一句台词吧，我很喜欢的，就是祝福大家能够德技高歌诗技修，今日有酒今朝醉、哦、好不好？好，我跟小紫一块儿跟大家说拜拜了，期待下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刻。也爱大家哦，拜拜。记得大家多多支持长相思，多多支持我们伊丽丝儿。谢谢，支持小紫。拜 拜, 拜, 拜。